真是的，现在被他传染了，不会我也变成一个强迫症了？你是在说我吗？你怎么走了没有声音啊？像个鬼一样。我看是你心里有鬼吧。我心里哪有什么鬼啊？不要，万一被杜叔叔看见怎么办？杜叔叔已经下班了，我现在只想要你。好吧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心里果然有鬼，有个大色鬼。雨轩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不在我身边的这段时间，我有多想你，很想很想。春秋冬夏，日暮与朝夕。顾先生，早安。我在等你吃早餐。